创联呢已经即将介入三周年啊、哦，那因为再来呢，我们明年啊，明年的六月份就进入三周年的阶段啊、哦，那我们希望呢都是全部都是精英，所以说进进出出啊，来来去去啊的人非常的多，留下来的都是一些所谓的精英分子，所以说请大家好好珍惜，谢谢。